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向大家公布，那就是为我们为了我们的荣耀发布家族任务。哇哦！初次见面请多关照，欢迎大家来到新浪微博。为了我们的荣耀，在第一轮的主题赛中，各家族需要通过一段才艺短片向观众展示出自己的家族面貌，才艺展示不限。我们准备了三个带有不同家族的属性的标签，分别是欢天喜地一家人、家的 N 次方、超能家族、家的 N 次方。这是个数学问题啊，我感觉它代表着一种这种有着无限可能的感觉。欢天喜地一家人不就是大方闹闹的那种家庭感重一点的那种感觉，还有脱口秀啊、喜剧啊、相声啊啥的。超能家族可能就是实力强劲的那种感觉吧。强啊，一考解题。各家族可以根据自身的家族特点选择最符合自己家族的主题标签，选择同一标签下的各家族将自动成组互为对手。